各位铁花村的朋友，大家好，好好耶、yeah, 好，好那个我是飘鸟乐团的吉他手，叫培育。那其实啊，我自己有个乐团叫做静谧时光，对。但是呢，我们的团就是有的结婚啊，有生小孩，然后就大家就渐渐的就去重心转向家庭这样子，所以我就到处出来鬼混，然后跟很多人组团这样。好，那我要演奏的是我自己的创作曲，那它就比较偏是跨界的感觉，就是我用木吉他，可是我可能弹的比较像传统乐器。那接下来这个曲子叫做《夜晚的夜》，它是我去年去学唱歌戏，大家知道什么叫歌戏吗？歌仔戏啊，对，那我就去学，那觉得它有一些声音，其实传统音乐很好听。如果说我们把它变慢的话，因为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很知道说，为什么古代人他们音乐那么吵闹，就是有胡琴啊，有很多锣鼓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那旋律抽出来，然后我用一把吉他表现它，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那大家听听看我自己的创作曲，谢谢。
好，谢谢。好，那稍等我一下。我们团常常都因为我要调音，所以大家都等了很久。对，所以你们只要等一下，因为我就是把吉他调的比较不像是一般的那个我们听到吉他的声音的感觉。那下一首歌要演奏的叫做哑，哑巴的哑。那个是我在2012年出的第一张演奏专辑，叫做《我爱滴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查一下网路，打黄培育。对，我其实我们出过很多张专辑，我们出过5张专辑哦，可是没有一张红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认识我们。这首歌的感觉就还蛮像现在天气的，就是那种有点冷冷的这样，然后秋风瑟瑟。虽然说已经到冬天了，今天是冬至，那大家听听看，这个歌叫做《哑》。
好，谢谢。那我欢迎飘鸟乐团。